你怎么会知道那首歌？刚刚你唱的那首歌，又不是在拍激情文艺片，老板的女人跟司机似的，我的前妻们就是从这里跳下去的，如果被会长知道你们两个会怎么样呢？你什么没有钱，最多就这样气势凌人，所以快点道歉。秀雅的妈到底被什么迷住了，居然喜欢那种货色，可以把她从我眼前清理掉吗？您不会后悔吗？就算把秀雅给赶走，笑得出来的时候尽量笑，因为很快就会哭了。你说巩范就是小姐的妈妈杜贤淑？我的亲生妈妈是谁？秀雅，梁卓，捉迷藏，未来戏剧台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。